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，紧急更新啊！昨天晚上我出了一支影片啊，是关于有一位中国网友跑到中国打假网红护城峰的 B 站直播间，喊了一句“习是不是独裁呢？”我想说，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？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！结果导致护城峰的 B 站账号被封禁，而这个人啊，也准备将在今天早上被喝茶喊习是不是独裁这个网友啊，昨天晚上翻墙联络到我。那为什么昨天晚上他没有迅速被喝茶呢？原因啊，他那个 B 站账号是用他阿嬷的手机号注册的，所以啊，公安啊直接先找到他阿嬷，那要他今天早上去公安局解释清楚什么叫做习是不是独裁。真的，你不信你听听我现在这个说话声音，当时我给吓了一跳。那哔哩哔哩账号不是我手机号注册的，是用我姥姥手机号注册的哔哩哔哩账号，跟护城峰连麦，连麦我就问那个问题，所以今天中午我需要去面谈，下午一两点吧。习近平是独裁者吗？至今联络不到他这个人，下落不明，所以呼吁大家赶快多分享出去哈，请中国公安不要坐实中国是不是独裁，因为在民主国家，任何的民主国家都是可以讨论自己国家的领导是不是独裁，他的好与坏都是可以的，所以请你们公安不要辱华，中国是民主自由的，好吗？好了，后续有什么消息的话再跟大家说明一下。